正不正宗不知道，但是这个味道我觉得好吃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弯弯，这里是郑州，这里是郑州烩面安排，要一个烩面，大弯吧，大弯。然后整个店里呢是特别强烈的羊肉泡馍的馆子的味儿，这家是一个咖喱味儿的烩面，没吃过，第一次试一下，这么快，谢谢。特别棒，传说中的咖喱烩面，这就大碗了。那小碗得多小？辣椒拼的沫，这种是蒸的小酥肉，带汤的，你们吃过吗？然后这是豆皮儿，咖喱味特别浓，给人感觉比较奇怪。烩面里面有咖喱，难道是印度烩面、玛莎拉烩面？尝一下汤，到嘴里就几乎没有咖喱味，就闻起来咖喱味特别重，要喝吗？放辣椒，汤喝起来真的特别棒，小凉菜，辣椒好吃，虾子，带汤的小酥肉，我想吃了一大口面，这还是一块面，这还是一块面，或者是肥肉。应该是肥肉，这块瘦肉，就你吃半天，好不容易能吃一肉，也是带汤的豆皮，豆皮还可以，挺好吃的。然后吃完了，这个大碗的量呢，我就觉得一般，但是起码它有三两面，毕竟吃了三口。然后小酥肉不推荐，觉得这烩面呢，它多多少少有一些羊肉泡馍的影子，但是他们家加了咖喱，屏蔽掉了一部分羊肉的膻味。总体下来，我觉得正不正宗不知道，但是这个味道我觉得好吃，好不辣。然后接下来几天都会在郑州，至少应该还能吃三顿饭。好的，我们进入消费，67元。好的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以后没法拍面条了，拍得太快了。